哇，守住！今天风浪很大哈，天气又特别冷，我们特意从家里带出来前几天没挑水跟没吃完的这个鱼货哈，黑鲷了，龙胆了，还有这个珍珠巴浪，我们去打货这个水坑哈，来，我们去打货一下，打货，鱼货多多啊！过了几天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前几天用这个杂鱼打过窝的这个水坑了，这也很大了。我们现在历了千辛万苦才上礁哈，我们现在马上开盘吧，来，露露，阿波，来。现在我们马上开盘吧，来，一二三，哇，好多鱼，你看多漂亮，最近乌节的季节哈，哇，这里一只大鱼，哇，这么大米，哇，守住！来了，继续！哇，还没叫啊，大哥！咕咕叫！来，这里一只，哇，超级大的包公！这里是，哇，好，尾巴翘起来，珍珠吧！哇，生哥，这里有一只海鲫鱼！哇，小心！哦，还有抓住，你看鳞都掉了，哎，还有一只，快一点啊，哦，哇，这鲈鱼漂亮，你抓得很好，你看这么大鲈鱼，漂亮，这里看到了一只盲鱼的尾巴，小心点，好的，哇，好大，抓头抓紧啊！这美女小李倒是，哎呦，这鱼是大鱼，哇，哦，踩掉，救！哇，又一只小乌贼，第二只了哈。哎，哇，八爪，哇，赚到了，躲在肚里面，来，收。哇，小海鲈，这个叫什么鱼？哇，好漂亮！来来，这里，哇，黄鲷啊！哇，这么大黄鲷，很少抓到黄鲷哦。哇，给它躲在这里。哇，澳洲龙虾，你看漂亮吧？太小了点，没事，收了。哦，哇，小魔鬼鱼这么小了，人家拿去放生啊，漂亮，太小了。珍珠，哦，一只，两只，漂亮哈。目前今天很多。哦，这里一只，哇，不要动啊，乖乖的，喂，漂亮，哇，来，继续。哇，这里，哎，哇，抓头，不然抓尾巴抓不到，哎，好生猛啊，大哥，好了，差不多我们抓完了，我们现在回家吧。今天这个坑是露露一个朋友挖的哈，我们他今天亲自来抓鱼，我们等一下以后给他拿走就好了。阿波，过来抬一下。今天我们
渔获已经抓了差不多了，这个水哥收获了超级大鲤鱼哈。这个鲤鱼好大呀，白鲷、黄鲷很多啊，鲈鱼、鳗鱼，总体来说还是不错了。今天陆陆的一个朋友包坑了哈，他人今天没过来，那等一下晚一点到我们店里来取啊。我们现在把他拿到店里面去养一下，等一下运活了他带走啊，他把陆陆朋友带走。好，陆陆回去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最近外海的风浪特别大哈，今天我们也抽不了坑，今天跟阿峰。我们去看一下这内海里面的风平浪静的有没有鱼钓一点，晚上回家哈。我们现在摆一下渔具。好，这样子钓具就摆好了啊。我们现在渔具已经装差不多了，现在马上出发。好，我们今天用这个小白虾做饵料哈，来这样勾进去，这样摆好了，希望这里鱼获多多啊。我们放下第一缸啊，第一缸啊，天气非常好，我们不知道，看一下，我们钓鱼要有耐心，慢慢的。现在我们三把鱼竿都准备就绪了，我们做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大鱼上货啊。阿峰，哎，有没有鱼啊？鱼要有耐心啊，慢慢等呗。你钓鱼是你是钓鱼高手，没事，我相信你。还行。过了半小时，阿峰，无聊不？钓啊，鱼还不来，我等了快半个多小时。哎，三哥，我要中鱼了。是小鱼吗？好像有点啊。不知道啊，试一下。哎，真的中鱼了。大不大？不知道啊，感觉挺沉的。哇，包公包公，很大。来，抽我抽我，快点快点。哇哦，哇，漂亮！阿波水平不错啊，还可以。哇，这么大阿波公啊，漂亮！好，露露，哎，对，哇，两三斤的大波公。那边没鱼，我们放个地方。刚刚阿波在这边钓了一只大波公啊，我希望我在这边也有，千万不能输给阿波。来，这把也放下去，哪里有柴发去哪里啊。哎，阿波，哎，我来了，来中鱼了，中了。哇，有没有，这是谁的线藏在我这里了？我这边线藏到你那边去了。快点先弄掉，好像有鱼。哇，好大，阿凯快点，来了，快点快点，不要跑了。 哇漂亮，这个有两三斤了吧。阿波，你看怎么样？比我那只还要猛。小心点啊。哇，这是啥？这是什么鱼啊？哦，这是油桂，油桂。哇，也很厉害，也很厉害。刚这里面来的。哇哇，我来我来我来。哇，大哥，你这边拿着，我来捡。哇，差点给他跑了，你看，只勾了这一点点东西。漂亮。哎，哇，漂亮。来，哇，大油斑，有两三斤啊，漂亮。来，
第二次操作。来了，这边呢收获还不错啊，继续下竿。过来了，来来来来，收到。哇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他们跑掉了，跑掉了，很大哦。哇，这只鱼很大，不得了了，鱼钩都被咬断掉了。哦，这什么鱼啊？你看，把这个线直接咬断。哦，你看这里线，这是什么鱼？牙齿这么利啊？哇，这头鱼很大，不知道是什么鱼。鱼钩，鱼钩是白的。要不你猜几天那只鱼什么鱼跑了？钓钩都把被它咬的。那应该有个七八斤吧。这个五号的直线都会有点短，应该挺大的。好，我们钓了，下了，来这里。这只鱼给它跑了，没信心了吗？来，一万多多。哇，你看它这里还有个钓钩，可能几天被谁，几天是不是这条鱼跑了，你看钓钩鱼没还在这里，看见没有？哇，这条正贵，小心点。哇，好漂亮。有多大？一斤多，两斤。漂亮，哎，入库，哇，三四只了，还不错，继续下钩，哎，一万的多，哇，这竿跑了非常硬，漂亮，你看，这么大的石斑。漂亮，这一条就可以买个五六百了啊。来，中鱼。哇，好大啊！哇，到了，线被又被它咬了。你看这个线，平平的断掉了，开始咬掉了。哇，今天直线带的太细了，改天要带一些粗的直线到这边来钓。看来这个地方是钓鱼的地方。我们下次不要告诉别人偷偷的来，我们自己来。哦，线断掉了。喂，妈。妈，哦，明天清明节是吧？我知道了哈，我现在早点回家哈。啊好，我现在在钓鱼，没吃饭，从早上钓到现在。好，我现在早点回去哈。拜拜。阿波，我妈打电话说明天清明节要叫我回家准备东西。那你回去吧。我说现在没鱼钓，我们收竿，回家吧。今天总体收获还是不错的哈，跑了两三只鱼，今天主要钓了一只正贵哈，这个正贵值五六百，然后剩下等一下这一两只鱼我们拿回家吃配晚饭吧，今天肚子也饿了，吃饱了。
早上钓到现在。还好有点收获。啊，那是钓鱼的。对啊。有没有钓？钓了一只桂鱼。桂鱼，我看一下。然后阿芳今天钓了一只这个包公，钓了一只这个桂鱼。这有没有拿去卖啊？你要卖，我这条桂鱼卖给你吧。一斤多少钱啊？这一斤要350。那是这一只收上500块钱，卖给我，我就送给我朋友就好了。阿芳，这500块钱卖给这位老板。可以啊，他要的话500就500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，那500元卖给他。反正我们这两只鱼拿回家吃，我就放在桶里面，你等下看。这个桶借我，等下拿回去吧。好，好。然后这个500块钱没有，500元太少了。没事，可以可以，500块钱了啊。啊，500块钱，干好，谢谢。然后鱼放在这边养，这个箱子明天给我带过来。明天你放到拿到你店里去就搞好了。啊，好好。好了，这只鱼桂鱼被这位老板买走了，500块钱买走了。然后我们剩下两只，我们一人拿一只回家吃啊。喜欢阿生赶海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